出海之前一定要留意天气报告，或者打电话去天文台查询天气情况。因为在港湾里面，天气和海面情况都可能很好，但是出到海情形就可能不同。所以每次出海都应该留意天气的变化，一发觉天气有转坏迹象，就要即刻回去安全的地方，以免造成意外。记住，行船滑浪一定要注意水上安全，留意天气情况。